尊敬的诸位长辈，诸位学长，大家早安。这个昨天呢，有个学长跟我说到了，他说啊，我现在不恨你了。不过呢，我很嫉妒你。哦，我说为什么嫉妒呢？哦，不恨是好事啊，哎，放下重要。这些心境啊，会残害自己的身心。要分辨出来，挚爱，不要伤害自己。伤害自己也是不孝哦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身心痛苦的时候啊，实实在在讲呢，父母是感觉得到的。啊，母子连心啊，父母跟子女连心是真实不虚的。哦，我记得啊，我当时候刚好啊，开始念经。结果啊，可能罪业比较重啊，念着念着呢，开始吐东西，啊，吐到最后啊，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你起忏悔的心哈，那个身心都会起反应。大家有没有吐过胆汁的经验？哇，那个吐出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心有戚戚焉哈。那个吐出来的时候呢，你那个喉咙啊很难受，好像被烧到一样。最后呢就肿，肿到呢吞不下东西。结果吞不下了，我就认错，啊，赶紧啊读经啊，啊把这个功德回向。这个心一发，读了一部经啊，啊读了一部《地藏经》啊。就消下去了。所以境界啊，其实啊，根源还在我们的心态。真的，你心一转了，境就开始转了。但我们得相信这个真理才行。你没有这个信啊，看起来是在做呢，事实上半信半疑啊，那个效果是有限的。隔天我打电话回去啊，我母亲讲了，哎呀，昨天我也不知道怎么情况啊，什么情况呢？突然间啊，喉咙啊肿起来了，然后去给医生看呢，医生还说啊，哇，你里面有化脓啊，拿了一大包药啊，让我妈拿回去了，结果说今天呢就好了。一颗药也没吃，拿一包回来，不知道放哪里。母子真的是连着的，这是真相。再从这一点了解更大的真相，不是父母跟我们一体，是所有的众生跟我们都是一体。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太善巧了。他知道呢，大慈大悲是每一个人本有的真心，可是如何让这个真心恢复呢？他的下手处啊，就是爱的原点，就是孝道。哦，孝养父母啊，是儒释道三教的大根大本，就孝亲尊师。而你真正孝顺父母之后呢，你的心性一开啊，原来要以对父母的爱延伸到对家人、对家族、对邻里乡党、对一切大众、对一切众生，最后就凡是人皆须害，凡是物皆须爱呀。这从把根本找到了，要达到目标啊，就不远了。又有一次，我在海口，突然呢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很难受。
我心里想呢，我现在心又没事儿，怎么会睡不着啊？好像心里发慌，看一看好像没什么念头了，就慢慢慢慢就睡着了，不过也是熬到十二点多才睡着。隔天打电话回家，我妈妈说啊，我昨天半夜睡不着觉啊，起来吃了半颗药啊，吃错了，然后呢整夜很难受。哇，真的，父母跟子女是连着的，而圣贤佛菩萨的境界更高，他已经了解到不是父子跟父母跟子女是一体，他们已经契入到一切众生跟他们都是一体，所以他可以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这是本能啊，真心现前啊，真心现前呢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啦。这是我们佩服向往的目标，还得从孝悌啊做起来。所以其实啊，我们人啊要懂得自爱，随顺圣贤教诲啊，不能再随顺习气啊折磨自己，其实父母都可以感觉得到。好，不恨呢、啊、便嫉妒了。我说为什么嫉妒啊？他说我嫉妒啊，你有陈真老师，又有汪大哥。好，人生要有一个理智啊。嫉妒对自己有没有好处？没有，每天难过啦。来，嫉妒对别人有没有好处？没有。好，一个人要从此不愚痴，要有一个心态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的念头跟行为一件都不要干，再干就叫愚痴，浪费时间，浪费光阴，对不起祖先，对不起父母对我们的护佑跟栽培了。勿使一秒钟空过，勿使一句话空说。那我接着就跟他讲了，我说这个真理啊，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现才叫真理哦，是不是？我曾经跟大家沟通过，我遇到一个朋友啊，他说孔老夫子比较疼你，他说阿弥陀佛比较疼你。我说你这句话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，这一句话叫污蔑圣人哦。圣人是平等心哦，你还说圣人是大小眼哦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这个不明理的话哈，一句话要造多少孽，大家知不知道？是啊，自己不平等，把阿弥陀佛、把孔子都拖下水了，有没有？你们没什么反应了，这种事不能干了啊！啊，所以你要真信圣贤，真信经典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自己的疑心不去除，自己的傲慢不去除，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啊，在分析圣贤人。有一句俗话讲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，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，这都是意念上啊，有没有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，这个念头，我们现在这个念头觉不觉悟，平不平等，觉悟，觉悟了，你要相信啊，圣贤佛菩萨是无私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有分别心呢？所以，
在经典当中常说啊，天无师父，地无师在，日月无师照，让我们去体会圣贤人的无私的心。太阳每天都照着，他有没有说照哪一个人比较多，照哪个人比较少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他有没有说那个张学长哦，今天没有给我问好，不照他了？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大弟有没有说今天这个王学长啊没有交管理费啊？不是，没有交停车费啊？不是，不要让他站了啊，让他自己在空中翻，不要让他站地上了。大地的爱是什么？你把最脏的东西给他，他一丝怨言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而且还把你最脏的东西变成营养。他有悲哦，他有智哦。大家看，我们的母亲就跟大地一样，我们那种放纵，那种无理，那种叛逆，就像把最脏的东西啊撒在父母的身上啊，母亲没有一丝一毫的指责，她只是无尽的包容。最后呢，我们那种不孝无礼，终于转成忏悔了。就是母亲的爱啊，帮我们转成忏悔了。所以大地表母亲啊，有道理啊。我们现在脑子里所有的思维跟经典相应的占20%多？哦，所以我们学习的心态，首先随顺圣贤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个是入手处啦。这一点不真正去关照呢，其实是跟自己的习气学，不是跟古圣先贤学了。善观己心，我现在这个念头，这一句话跟经典相不相应？不进则退呀、啊。什么时候有进退？每一个念头就是进退了。好，所以圣贤佛菩萨呢，他对每一个人的护念呢是平等的，但是接收程度为什么不同？是自己决定的，不是他们的分别心。哦，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？根源还在孝道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就觉得父母偏心。你这一辈子会相信谁不偏心？孝道是师道的基础，所有的烦恼习气根都还是出在孝道上，真的。你只要这么去关照的，斩草可以除根，就把那个习气的病根把它拔起来。好，我们刚刚讲的，你遇到一切事，要提起正念，嫉妒不是正念，要提起什么？那我要问了、啊，请问你要陈老师干什么？你要汪大哥干什么？陪你聊天，陪你喝茶，还是怎么样？你自己要先想清楚哦。你不能人来了哦，然后你不理人家哦，有没有可能？不止不理他哦，还排斥他哦。为什么？相处3天感觉还不错哦，4天以后嫌他烦哦，这么不给我面子，怎么我的问题都一个一个给我提出来，我好恨他哦。哎，我们相处都是直言不讳的呢，为什么？我们为众生负责，不是随顺习气。
我们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让众生得利益，那是我们的大罪过，那会让我们的良心不安，但求无过。哦，所以我大哥呢，前天讲完课回去，哦，我们兄弟俩就开始探讨哪些要调整。诸位学长，我大哥昨天晚上，说话有没有慢一点？哦，那你们要给他掌声哦。不是，你们要给他掌声。但是大家看哦，一个人改过的速度为什么快？你看到根没有？不，你不能看到相啊，你学不到东西的。奇怪了，我们为什么同一个习气翻来覆去这么久，到现在的3年过去了还在？我们还是把自己摆第一位嘛？对啦，面子要撕掉啦，慢一点啦，不要撕太快啦，刚好撕到这里又把它稍微粘回去一下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。你没看破啊，那个叫烦恼贼啊，那叫认贼作父啊，你还没看破啊？你看破了你还留他一分一秒吗？你真把众生放在心里了，你还忍心因为自己的习气去伤害到众生吗？你不肯这么做的。所以修行为什么叫发心为首啊？立愿居先啊，愿立则众生可度啊，心发则佛道堪成啊。我们可能绕了老半天呢，那个愿还没有真正发出来。什么叫真正发出来？随时随地把众生摆第一位，你这个愿才是真发出来，不然都是露水道行。随时一遇境界啊，就随顺贪嗔痴慢去了。自己有没有真发心要看清楚，那才能打破自欺，不然还是在自欺。我们现在呢，面对一切人事物，我们的思维要是正思维，随顺经典。你一随顺经典，你的能量越来越高，你那个正念一起啊，跟圣贤佛菩萨的愿心交感，你马上宇宙的能量啊，就跟你是融在一起了。你不随顺经典呢，就是随顺烦恼，哇，你就越来越痛苦了，能量就越来越低了。哎，好，今天你希望有这些无私奉献的人到你的身边来，请问你要干什么？这个你要想清楚哦。再来，真的来了，你留得住他们吗？唐太宗留住了魏征，可是这么多皇帝留不住忠臣，不止留不住，还把他们流放到广东，流放到海口。你看那个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岛，不过流放哦，也对海南文化发展挺有帮助的。圣贤人对社会的贡献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障碍而产生障碍，障碍本身是虚幻的，除非你觉得他是障碍，他才障碍得了你。他障碍你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对立，有执着点，他非得怎么样我才能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的执着。山不转路转啊，路不转人自己转啊，哪有走不通的路呢？范仲淹先生有一段话非常好，他被流放3000里啊，写了一段话：“岂辞云水3000里？
游记昌邑十万名，他流到三千里之外，他说那里也有皇上的子民啊，那里有十万百姓啊，我好好去爱他们啊，他哪有挂碍？该说的说，他就放下了。他还是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啊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不要挂碍，不要执着。所以，历代皇帝为什么看不懂忠臣？因为他内在的欲望没有去除，他喜欢听好话，当然忠言逆耳啊。听多了，他当然叫他离我远一点，我清静清静啦。所以德不广，不能使人来啊，量不宏，不能使人安呐。要德广，度量要大。你不只要包容人家的缺点，你还要能欣赏人家的优点。你有好胜心，有嫉妒心，别人的优点你能欣赏，我也不相信。说穿了，最后都是心地的功夫。医报随着正报转，你身边所有的人事境缘都是你的心感招来的啦。为什么我们的团队留不住人？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啊。我有没有体恤到每一个来到我们团队的人？他来了，你是要求他还是爱护他？你是把他当佛尊重，然后帮助他道业成就，还是你是把他当一个工具去使唤去用他？弘扬中华文化怎么弘扬？人能弘道啊，是你对一切人的行为就是仁爱忠恕，这叫弘道。假如你在台上讲仁义忠恕，你在台上把人当工具用，要求一大堆也不体恤他的心，这叫谤法。只要是无私的人知道你是这么做，他一天都不会留，他马上离开，因为他不要为虎作伥，他不助纣为虐，他不愚痴啊。你今天一心一意为一切的人，你不用担心，祖宗会帮你安排人来的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假如我们没这个信心，你信经典呢，还差得太远太远。佛菩萨是法界身啊，他已经证法身了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啊。你是真心为众生的，那四大菩萨都化现了，来你身边帮助你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然他就不灵啦。信为道源功德母嘞。我刚学佛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念头，我说我假如真想学哦，释迦牟尼佛他会现在我面前给我讲经说法，你信不信？好，有人今天回去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，你赶快现，你现，你才，你现，我才有信心啊。好。回去可以这么做，一心不能夹杂怀疑哦。你看婆罗门女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前自诚念一天一夜，是吧？佛陀就现了。地藏经在哪里？
但是经典呢？经典叫真理啊，在哪里？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遇到，只要你照着做。好，信心有了，突然知道师长老人家已经把佛陀的行持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我们就向他学习就对了。眼前的大善之事都不珍惜不好学，你还去求其他的，这个心态就不对了。正确的心态要在每一个当下提得起来，你不在当下提起来，那个都是对未来的妄想。好，我们依照经典呢，经典说有德持有人，有人持有土，有土持有财，有财持有用。我们为什么去求人才？不对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在哪里下手？德，自然交感。师长有至诚呢，为国家民主的心，所以他赶来三个台湾当时候最有智慧的高僧大德，大家会看吗？看清楚了吗？内行人看门道哦，外行人看热闹哦。我们又起个念头啊，师长不是普通人啊，那你就是普通人啊。这位学长，你是不是普通人？是也不是，是是心要普通，不是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你得珍惜自己的佛性啊，不要糟蹋它了。有一段话很有味道啊，大家以后啊有当领导的机缘，真的啊要德广啊，度量要大啊，取人之直恕其壮，取人之仆恕其愚，取人之戒恕其爱，取人之敏恕其疏，取人之辩恕其事，取人之信恕其居。今天这个人非常正直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，可是他因为正直啊，有时候会稍微比较勇猛。他一跟你谏言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能欣赏他的正直，包容他的有一点稍微一点猛勇，可以包容吗？这位学长可以包容吗？是吧？这个话无量义呢。他正直，我要包容他有一点太猛了，会给人压力。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了，你正不正直？你正直了，可不可以再提升到柔和？是不？宽以待人哦，严以律己。你假如看这一句，对呀，我就是正直的人啊，领导不会欣赏啊，完了。你看哦，你心态不对了，这句话你没有办法吸收。你心态一对了，你能触类旁通。悟性重要啊，悟性从哪里来？从孝道来。你体恤父母备至，你怎么会没有悟性？从你处处替人设想，你的悟性就开了。这个人很直朴啊，很憨厚，你要包容他什么？他有时候反应不快哦，他还没开窍，可是他直很好。师父常讲有一个公案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在佛寺里面晒蜡烛，人家跟他开玩笑，那个蜡烛太潮湿了，
你拿出去大太阳晒一晒吧，那个人就拿出去晒晒蜡烛了。一般的人说，哦，怎么傻到这种程度，哦，结果一晒全融化掉，拿他没办法。可是你看那个方丈不是普通人，他看到他这件事情，他说你到阿育王寺去，每天拜佛拜三千拜，拜了三年开悟了，回来讲经给那些以前笑他的人听。那个就是朴啊，朴实的人哦，法器啊，聪明的人哦，反被聪明误啊。哇，那个老实到什么程度的，谭虚哎，地贤老和尚两个徒弟，一个聪明绝顶，禅宗短短的时间，在一个禅宗道场升到首座和尚，是吧，教务长。可是最后去当土地公去了。另外一个小时候的玩伴，啥都不懂，我啥都不懂，我就是要跟你出家啊！你跟我出家听我的，好，你年纪太大了，在佛寺里面你的体力不行，你做不了这些啊工作，我给你找一个小庙，你就在那里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。他说好，就去了。哇，昏倒。他老实到你比不上，他连一句师父为什么要念佛啊，念佛一样会有什么好处啊，念完会去哪里，哇，都没问，念念念。因为你后面的问题啊，念完会去哪，希望极乐世界，你就开始想，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吗？是不是？你那些东西都来了啊，没有其他的方法吗？他什么都没问，你老实到我们比不上。他就念啊念啊念啊，三年站着走，生死自在。哦，所以李炳仁老师啊，给师长讲，他这一辈子啊，就学一个鱼，学不了。其实老人家很老实啦，他是讲给我们听的啦。哦，你要学质朴啊，不容易的。哦，但你要包容，然后去成就他。所以那晒蜡烛的，就是千里马遇到伯乐啦，这方丈懂得怎么成就他。再来哦，我们可能很朴实哦，可不可以提升到有智慧？可以啊，你多看历史啊，你就很有阅历啦。哦，再来，取人之戒，竖其爱。这个戒就是非常耿戒、耿直，但有时候它会有点犀利，你也要包容它的不足。所以一个人很耿直，同时呢又很厚道，你就可以提升到这个程度。哦，取人之敏，这个人思维非常敏捷，但是他粗枝大叶，有时候忘东忘西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你就要包容他。哦，当然呢，你也要慢慢的让他这个粗心大叶要改过来了。哦，他是你的下属，你也要教导他。不止不能去批评指责他的缺点，反而还要帮助他提升，所以才叫教导啊，才叫引导啊，才叫训导啊，所以叫领导人嘛。哦，处人之变，他对一些事情啊分辨能力非常强，他洞察机先，他事先就告诉你会出什么问题。哦，可是啊，因为他分辨得很快啊，很能看到问题，有时候他噼里啪啦就把那些问题全部都给你讲，有时候你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够，不然你会觉得放肆，
您看有一次这个魏征真的，皇上你这就是不对，皇上要拉到旁边去，他又把他拉回来，拉了好几次，他都受不了了，走进去自己的皇宫里面，把宝剑抽出来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我一定要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长孙皇后看到了，哎，这决定不是别人干的，只有魏征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赶快去穿上最隆重的衣服，走出来了。皇帝在那里气得要死，突然看他转移，这有智慧呢。什么智慧？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诸位朋友，生气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把你昨天生的气拿来我看看，刹那生灭的幻象，你把它当真？哎，长孙皇后知道生气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啦，把他的注意力坑就没了啦。哦，所以一看他气没有了，很好奇，你看什么？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哦，我们朝廷之内啊，有这么正直的大臣，这样的忠臣，一定是有圣主出现的，才有这样的大臣。哦，他那时候一听，哦，圣主，欢喜了，高兴了，啊，没事了，啊，出去了。哦，你看那有智慧的人，调剂人情，心境一转，发明事理，把道理又告诉他。你看一句话，功力多强。好，所以你看到那个有点呢，劝你很直率的人呢，你也要包容得了。哦，好，再来呢，取人之信呢，这个人非常守信用，你要包容他，有时候他不会变通，这时候你不要生他的气，你还要欣赏他。哎，所以其实每一件事啊，我们都要从根本呢，去思考。啊，留得住人呢，根源在自己的修养。你没有嫉妒，你没有傲慢，你没有贪欲，贪欲麻烦，一有贪欲搞名闻利养。无私的人，他为众生，他不跟你搞名闻利养。他要面对的是当前的问题，要很真实去解决它。所以开会不是要找谁麻烦，不是要给谁没面子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开会是要解决问题，透过会议建立共识，透过会议让每一个人在这一件事当中增长智慧，增长德行。然后看到自己心念的错误在哪，可以把它转过来。好，我们一直在说啊，慈悲爱心的根源在孝悌。哦，接着呢，我们来看呢，出则悌。哦，兄道友啊，弟道恭，兄弟睦啊，孝在中。兄弟是手足啊，手足呢要互相关怀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助，互助合作才叫手足。那为什么不能和睦呢？你有孝心了一定和睦啊，啊，现在为什么不和睦？第一个没孝，你还是把自己摆第一位嘛，哪是把父母摆在心上呢？你假如把父母摆第一位啊，你当下马上就去把这个兄弟的隔阂化解掉，你不会再等一分一秒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呢，真情真意
现前的时候了。真心啊，不容这一些随顺习气的念头。你有面子，良心真心就现不出来，没有面子，只有父母，只有为人想，真心就现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没有父母？因为我们心里面呢，记怨忘恩，把兄弟之间的不愉快放在心上，产生障碍，障住了你的真心呐。从这里再推演出去，我们对任何一个人提不起真诚，都是因为我们把他的故事放在心上，对人有成见的。他有故事，你的道义是帮助他改啊，怎么会把他放在心上去批评他呢？哦，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讲，德要广，量要宏，只要你跟人谈话会把旧账搬出来，就是度量太有限了。既往不咎，孔子讲的有道理啊。我们会一谈起来，人家以前哪里不对全部都搬出来，那个都是积怨啊。纯净纯善的心啊，不能放这些东西，甚至一搬出来要干什么？排除异己。我看这个人不顺眼，我不想用他，我要让他走，就拿很多的借口要来攻击对方。请问这样的做法给了团体其他的人看到，他们学到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在弘法？Anytime, anywhere, 你的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你就在弘法了。当下这个心态跟这个违背，就是在谤法，而且位置越高，谤法越严重。所以叫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你说那这样我不敢讲课了，我也不敢当主管了。很好，下来，没人逼你啊。这些因缘是你要自己考虑清楚，心甘情愿去做的啊。你连责任都不敢承担，你还要坐那个主管的位置，那没有道理了。哦，承担了主管的责任呢，我们还要冷静想，怎么当主管我们清楚吗？应该提起什么样的心念？要自愈啊，不能贪啊，不能用你喜欢的人啊，要用有贤德有能力的人，不是用你顺手用你喜欢的人，这就是欲啊。你贪听你话的人，那还是贪啊。你不能换对象啊，嗔，你只要还有情绪那就是嗔，你不能看不到，你讲话的时候脸都抽搐了，那铁定是嗔。你还要告诉别人，我有时候激动就是会这样啊，你自欺欺人啊，你心平气和怎么可能会那个脸会揪成那个样子呢？所以昨天跟大家沟通一个心境啊，没有一件事是坏事，你真的相信了，你才是真正相信圣贤的教诲是事事无碍理事无碍的，不然你的怀疑就摆在那里。真的事事无碍理事无碍，真的可以大圆满吗？你用智慧用慈悲处理，决定每一个人都受益，但是
你又说了，可是他现在很生气呢。他现在很生气，你等他冷静下来，日久见人心。你就这一件事据理力争，他不高兴你，可是下一件事你并没有看他不顺眼啊。慢慢慢慢的，他只要有修养，他一反观，原来你不是针对我的，不就化掉了吗？好，话又说回来，真的针对我好不好？人家针对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来演一次好不好？真好，那个局面一出来，你才知道你的内心很深处有哪些东西，不然你根本不知道。真的，我们都修一修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其实那个水锅那个很深的地方的东西还没挖出来呢。所以你真的遇到你处在一个团体当中，所有的人都误解你的时候，就是你真正练功夫的最佳时刻。只要有人认同你，你还可以喘气，还可以去撒娇，哭一哭，好了，我没事了，舒服了，再练。假如是连哭的地方都没有，是老天爷看得起你啊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考你啊，放下任何依赖。大家知不知道阿难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有一个念头，佛陀是我堂哥，他心里面还有靠山，他就证不了阿罗汉了，最后佛陀灭度了。大家懂了没有？佛灭度都是大慈大悲。你从这个地方啊，对佛菩萨五体投地的佩服感恩，连灭度都是为了成就众生的道业。不然都继续依赖下去了。所以佛一灭度，大迦叶大师兄骂阿难，骂他。骂完那一天晚上，阿难非常用功，就证阿罗汉果。所以啊，顺境安慰我们是好的，我们有没有洞察到？我们有没有变成依赖？我现在说的标准是对自己哦。OK， 你们不要回去看到人，不要有任何依赖。哦，那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，因为我造罪业了。哦，严以律己哦，宽以待人呐、啊。哦，他一下子拉不到那么高了。教人以善，勿过高，当时即可从，循序渐进就好了。当然了，你假如看对方真的是很承受得了，你一句话可以把他的执着完全看他看清了，那是可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探索啊，其实每一句经句呢，都是回到心地上，是心地出了问题，才会产生兄弟的不和睦了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呢要转个念，记恩忘怨，把这个心呢、啊、清洁清洁，只记一切人的恩德付出，绝不记一切人的不好、缺点，甚至是对我们的一些态度啊，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。
所以学佛是什么？改心，把这个错误的心态把它转过来就对了。幸福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一念之间，你真转了，你当下身心就清安了。你都记恩，哪有不快乐的道理？你们都没有 smile 给我看一下呢。如是妙法性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友。这四句话我们什么时候用？明明我们现在就遇到了，怎么笑不出来？你不相信啊，你一相信呢你就高兴得不得了啦。十方如来临念众生如母一子啊，子若一母如母一死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啊。你想你爸爸妈妈呢，你跟他就不分开了啦。你是真心想佛菩萨圣贤人，他就跟你不分开了，他随时跟你在一起，你哪有笑不出来的道理呢？好，再看一下，还是没有超过一半笑，我的功力太差了。所以这个兄弟睦孝在中啊，你再延伸开来，以祖宗之心为心，天下无不和之族人。你看到你整个家族，你都不愿意他不和，因为祖宗会伤心。你看到中华民族不和，你赶快去促进民族团结，因为我们的这些古圣先王他们会担心。你有这样的孝啊，孝在中啊。你说所有的圣贤弟子要团结，我带头来做，都是孝在中。当孝于佛啊，当孝于祖先啊，当孝于师长啊，常念师恩啊，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啊。你要让家道传下去啊，让正法在这个世间弘扬开来。当坚持之啊，不能入水道心啊，要长远心啊。好，再来呢，要感化兄弟啊，首先要以身作则。再来呢，要有耐性，还要啊，常常能鼓励啊兄弟。人啊，实在讲呢，在这个时代啊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，缺乏爱。为什么缺乏？因为这几代人忽略了伦理的重要性。所以他的家庭的温暖啊，没有建立好。家里一没温暖，人都没有安全感，就缺爱。他自己都缺爱了，他怎么爱人？缺乏的人呢，他就想去控制，去拥有。所以现在年轻男女啊，那个爱欲太厉害了，爱不到了就要伤害对方了。为什么我们忽略了亲情？重利轻义。情义为什么不重视？因为我们这几代人通通向前看，都是追求金钱去了，所以现在下一代的变形变质的情况非常严重，这不能怪他们哦，我们没教他了。二十四孝啊，替里面有一个故事。世恩夜市，陈世恩他在夜晚等他弟弟回来，是吧？你们假如没点头，会伤害我幼小的心灵。
这个在四十几里面都有讲嘞，是我还是你们放下的功夫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全放下了。告诉大家哦，放下是明明了了，真放下哦。放下以后什么都不记得，叫健忘哦。是不是？你那个镜子什么都没有，它照得清清楚楚，那个才叫真放下。那叫极而常照哦，它清净，但是有照的智慧哦。了凡先生，什么都没有啦，我什么都没想啦。还有个我什么都没想的念头，所以他连命运都改不了。他那个叫无想，他那个不叫真正明心见性了。哦，所以他到无想天去了。假如他这一生结束了，他可能是到无想天去了。可是他命运都没有改变，所以真心现前的时候啊，他是清净极灭啊，又大慈大悲又有智慧，这才是真心起作用的状态，叫用心如镜才对了。好，所以这个陈世恩呢，他的哥哥劝他弟弟啊，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，所以后来弟弟有点反感了，道哥啊，你别气了啊，啊，气坏了身不好啊，哦，哦，来来来，您多休息了啊，我来给弟弟啊稍微引导一下好了，他就去等，每天等他弟弟，他多晚回来，他就在那里等，啊，一进门了啊，亲自把门锁好。没有批评，哦，他已经很敏感了，你还批评，不适得其反。哎，弟弟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叫嫂子去煮碗面来。哦，你穿这样会不会太少了？啊，要注意啊，不要着凉了。体恤备至，没多少天呢，他弟弟就不敢再晚回来了。你用呵护的心啊，关怀的心啊，他的良知就被你给唤起来了。不止对兄弟哦，我们对一切的人可不可以做到像陈思恩对他弟弟一样？假如可以，那下一句不用讲了，叫视诸兄如是兄，这个你自己就理解了。所以每一句经句啊，从心地去放下习气，再打开来啊，就可以延伸到团体、国家、民族，甚至是宇宙一家的胸怀了。哦，好，那真的啊，就是佛说此人真善友。啊，你是以啊这样的心呢来对待啊宇宙的一切众生呢？来，我们再看下一句啊，财物轻，怨何深？言于忍，忿自明。一般呢，家人之间呢，人与人之间会有摩擦、冲突啊，很大的问题啊，都在言语。财务的冲突上，你能清财务了，这个冲突就起不来了。重义了，清利了嘛。而我们看古圣先贤的榜样，我们既然都是念弟子规，圣与贤可循之了。古圣先贤兄弟之间不止不计较钱呢，连命都可以舍。是不是照孝真实？哦，这二十四孝的孝悌啊，每一个都是啊至情至义的信德流露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生惭愧心，差人家太远了。命可以为兄弟舍，
愚滚失意，他为了照顾他的兄长 二哥，他不怕瘟疫。您看呢、啊？他是个小孩呢，他那个言语多么的善体清新，他还告诉他爸爸妈妈所有长辈：“你们放心啊，我天生就是呢不怕瘟疫的啊、哦，你们不要担心。”还安慰他的父母啊。最后100多天回来，两个兄弟、啊、健健康康的。哎，德育故事里面有很多则啊，那个瘟疫啊，有异神啊。看到孝顺的媳妇啊，不敢接近啊，不敢得罪了、啊。所以有一个孝妇啊，她的婆婆小姑啊，对她非常刻薄啊，还把她赶走。后来都得瘟疫了，那个媳妇马上赶回去照顾他们。结果那个瘟神，这个是孝媳啊，赶快让道让道，啊，都有感应的呢。你们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吗？哇，德育故事里这些太精彩了。所以你看这种兄弟的挚爱，这瘟疫都让道啊，都被他感动啊。所以至诚是感通的哦。再来呢，我们周朝圣人最多，从太王到太伯、仲雍、王绩，到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周朝啊，最可贵的就是孝悌的精神。王绩对文王对王绩的孝顺，体恤备至，成婚定型，哦，然后每天吃饭都要检查，营不营养，会不会太凉。父亲一生病了，不舒服，吃少了，他那一天走路都在晃，担忧父亲。看父亲恢复正常了，哇，他快快乐乐。你看那赤子之心呢？那个小孩看爸爸妈妈高兴，他高兴了；爸爸妈妈生病了，他就守在那里。妈，你好点了没有？那真情流露啊！大仁者啊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武王对待他的父亲文王也是这样。有一天他父亲生病了，他12天连帽子都没有拿下来。最后父亲的病好了。兄弟啊，也是哎，一代传一代啊。太伯仲雍看到自己的父亲对于自己的侄儿文王特别重义，他两个自己离开国家，把国让出来，天下都能让，兄弟还有什么争的啦？所以德比于上则知耻，我们的道德跟圣贤人比啊，那羞耻心就上来了。耻之于人大矣啊，以其得之为圣贤啊，有羞耻心的人得日进过日少。失之则禽兽矣啊！没有羞耻心，每天就在下堕了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个财物轻，怨何深？而且、啊、要平等心。正廉税礼呀，他们家住了1000人哦，怎么样人与人这么和睦？平等，叫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，皇上给他2颗大水梨啊，他没有偏私自己最亲的人，啊，端出2个水桶，哎，水缸，啊，把这个水梨砸碎，把这个梨汁全部呢渗到水缸里面，每一个人喝一杯，这是皇上的恩赐，就平等心啊，啊，这都是财物轻怨何深呢、啊？言语忍。
分之明。为什么忍得住？因为真爱对方，因为真为大局着想。只要我们言语忍不住，就是自我太强，就是不爱对方，就是根本没有大局观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看清楚了才能打破自欺一关。孔子把言语排在第二位啊，德行、言语、正事、文学，口为祸福之门。谁的祸福？自己的祸福、家庭的祸福，都离不开我们的口业。那怎么可以不慎重呢？所以切记啊，大局观呢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而且一个人有大局哦，这是最惹人、最值得人疼爱的人。当过长辈、当过主管的人都知道啊，那个时时都为大局想的，就最值得栽培的人。处处在那里斤斤计较的，想栽培也栽培不起来。我突然想到啊，我妈妈跟我讲过，她说我的曾祖母，常常呢，这个孙子啊，就过来啊，看到老人有东西了，小孩就过来撒娇了啊，分东西啊，然后我父亲啊，比较老实，结果每一次呢，分完东西呢，我父亲都不去分，啊，都是他没有。然后每一次小孩拿到了都走完了，看没有人了，然后我曾祖母过来过来，然后又从那个床下拿出来单独给他。我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我有同样的待遇，托我爸的福。哦，所以我回去阿祖，喊曾祖母。一定有东西可以吃，爱屋及乌嘛，但是确实啊，肯吃亏的人呢，惹人疼，因为他胸怀大，他不计较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对于啊兄长啊，对长辈啊，怎么落实恭敬呢？从生活当中啊，或饮食，或坐走。长者先，幼者后。其实啊，恭敬心只要一在，生活点滴啊都会表现出来。有恭敬心，怎么会长辈还没吃你就抢着吃了？你有恭敬心啊，这句话还没学你就做得出来了。所以老祖宗这些教诲啊，就是性德的流露啊。这不是拿个什么条规来框住人啊，那完全误解了。圣贤人的教育是随顺性德的教育。所以吃东西啊，坐位置、走路呢，都是很自然的，让年长的人优先选择走在前面。你有这种恭敬长辈，还能讲对长辈讲情绪的话，那这个恭敬是不存在的。还能很傲慢的去对长辈，哇，这个连根都没有，拜托，赶紧回去从孝悌做起，不要再贪名利啊！你这样还能弘扬中华文化？铁定在造罪业了。连对长辈都没有恭敬心，根本没有德的基础了，根本就在自欺欺人了，还在留恋那个舞台，还在留恋那个姻缘，
贪欲还是摆第一位啊。好，所以人肯不自欺，一定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本分，先顿顿净分，先孝悌做圆满，得到家人的支持，你人父母兄弟都不能感动，还要感动谁？近处不能感动啊，未有人及缘者。哦，不过现在年轻人对你的态度不好，你也别怪他，他从小没有学，你不止不要怪他，你要怜惜他，真的跟他有缘，善巧方便帮助他，看到他的问题提醒他。哦，所以啊，恭敬心能保持啊，在食衣住行当中都会流露出来。家里的房子一定用把好的让给老人先住，不会自己留最大的，这个都是体现的地方了。甚至于呢，不只对长辈了，你在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，你都能提得起这一份恭敬。视诸父如视父，注意哦，只要你有哪个人提不起来，你有哪一刻提不起来，我们修道向上去了，修道做样子给人看了。所以佛门有一个关照非常可贵，可是没几个人愿意用这个真相去关照，也就是没几个人想真干。哪一句话呢？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只要我们还有对哪一个人有傲慢的态度，你所有的恭敬还是做个样子给人看，你的恭敬心没有从内在自自然然流露出来，这时候还得往深处下功夫，不能落在相上。我们现在修行特别容易着相，因为一着相呢，别人也看不懂，又给你称赞两句，你就越只做表面的样子给人家看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得要啊，关照自己的心啊，这份好学的态度，进还是退了？这一份处处为人想的心，进还是退了？啊，这一份真诚恭敬的心进还是退了？什么时候可以关照，可以勘验自己呢？大家知不知道勘验两个字？哦，我们在学校学习都会有月考，才知道呢我们学的情况怎么样。修行也要有考试啊，才能勘验自己学的怎么样啊。什么时候是考试？什么时候可以勘验？你可以去勘验你对那个最基层的人，在你这个团体最基层最不起眼的人，你对他是什么态度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啊，不然《弟子规》那一句“勿谄富，勿骄贫，勿厌故，勿喜新”，这一句话你要举一反三啊。谄富骄贫，我们的不平等心，我们的傲慢心在哪里会体现出来？有钱没钱，再来呢，有地位没地位，有能力没能力，有才华没才华，然后有关系没关系。我这个人跟蔡老师很熟，对他特别恭敬，这叫谄媚啊。哦，那个人没什么影响的啊，先不理他了。人这个傲慢啊，你一不小心他就
他就一直在挣扎。哦，所以这个心地啊，时时得关照啊，才能调伏这个烦恼了。好，哦，这个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节啊，去关照自己，恭敬，服侍长辈的态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先跟大家这节课呢，先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